你是病人家属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天宇，你要好好的走下去。心动，心动，你睡着了吗？心动，心动。我一定会挣很多钱的，我会给你买大房子，特别大的房子让你住上，让你每天都看到太阳。你等着瞧吧，啊，爹，我会让你好起来的。我刘星彤这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小姐，请问你前几天是否一位先生来过这儿？这是您望这儿的花。这个花是今天花店里面最新鲜、最昂贵、最漂亮的玫瑰花。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去花店苦等三个小时，在那些店员的鄙视的目光下面去捡那些残花瓣了。我不用了。平川东的死对红日公司有什么大的影响吗？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下。平川东的去世在情感上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打击，但是公司的业务都在正常进行。至于这次事故呢，我们公司会尽快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请问，金总，金总，金总。
说今年咱们怎么这么背啊？本来以为保险公司赔完就了事儿了，你说怎么公安局又掺和进来了？平川东的父母昨天晚上就到了，我已经把他安排在平川东的公寓里了。哦，好好的招待二老，带他们到城里转转，跟他们说，过两天我去看他们。一夜没合眼了，还是睡一会儿吧。你是天玉吧？来，请听。我是新东的哥哥，新南。新东寄过您的照片到家里。你好。你好。爸，妈。这是天玉，伯母，伯父，闺女，新东每次来新都提到你，他能在这碰上你这么好的女孩子，那也算妹妹来这世上走一趟。心动要是没遇上我，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别这么说，心动这孩子命薄，没有这福分的。啊，你说他为什么非要当演员呢？爸，没有上将，您就别说了。天玉，谢谢你来看爸妈。应该的。哥，你们能不能多住些日子？我看伯母的情绪不太好，我想多陪陪她。我们会多住一段时间的，等结果出来。结果？什么结果？现在公安局的人正在调查兴东的事儿。你是说兴东的事儿不是意外？是啊，他们是这么说的。天玉，天玉姐来了。天玉，你说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呢？一下子就没了。小赖子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我刚才去了兴东出事的现场，兴东的技术不可能有事儿。兴东出事前，你有见过他吗？前几天还在一块儿喝酒吃饭。真的，我打死我都没想到。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他说了什么没有？我们聊了好多东西，聊起了以前的穷路，聊起了你，还有呢？兴东那天特兴奋，他说他早晚会有一大笔钱，到时候一定给我和冯林弄一个非常大的饭店。之前也找过我，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他还说他会代替文凯
演冷冰然的角色。一定是红日，一定是红日，你想想看，红日是为什么这回态度就这么好，这么顺，拿出50万给新东父母做赔款，这跟以前绝对不一样，为什么呀？这里边绝对有事儿，绝对有事儿。你去哪儿啊？在这吃个饭再走吧。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心动一直留着在筒子楼住过的那个房间，咱们搬走以后他又交了一年的房租，让房东不要再租给别人，这是钥匙。怎么能忘了你？怎么能呢？传说中，每个人死的时候，他的灵魂都会再走一遍他曾经走过的地方。星东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到这里来吧，到我身边来。我还有好多话要问你，还有好多话没有对你说。心动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选的名声，它属于过去的我，也属于过去的你。
是想让你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，才买的它。到现在我还留了很多我们发过的信息，这都是我们的感情见证。天玉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想问问你，我姐去世那天的情况。那天你不也在场吗？我是傍晚才来的，在那之前，你一直跟我姐在一起吗？我不知道，记不清楚了。她本来是好起来的，怎么会突然心肺功能衰竭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告诉我，他的氧气管是不是脱落过？我多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了。我知道责任不在你，不会追究你什么的。我只希望你能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我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姐姐。那天我从洗衣房回来的时候，就发现你姐姐的输氧管已经脱落了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哎呀，当时我很害怕，就赶紧把它插了回去。可是我没跟医院说，我怕这事儿闹大了，会全部算在我的头上，我就会失业的。天宇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姐姐。先生，请。太太呢？太太吃过午饭就睡了，还没有起来。她这两天精神不太好。晚上给太太炖些雪蛤，补补身子。知道了。天玉，太太今天约你做保健按摩了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是来找司董的。先生，是找你的。铁玉，快进来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给你听一段录音。张连杰临死前的那个下午，你是不是去过医院看过他？是你拔掉他的氧气管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你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哎，你是不是在病房里面听到手机铃声？是你。我什么都看见了。不是我。真的不是我，我去的时候他的氧气管已经脱落了。雪雪，你不是一向敢做敢当无所畏惧的吗？怎么害怕了？害怕的发抖啊？就是你，是你拔掉了他的氧气管，你是杀人凶手。够了，就算是我拔掉他氧气管又怎么样？我当时就是恨他，他毁了我的爱情，他破坏了我的家庭，我不应该恨他吗？刘兴东，你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，你可以去告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想拿这个事来威胁我，你要演冷冰然这个角色，你休想。司董，从手机显示的日期来看，兴东在出事前一个星期找过你女儿司雪雪，并且录下了这段话。兴东在录下这段话几天内，他先后找了我，还有他最好的朋友赖正奇，他对我们说了同样的话。他说他马上就会出名，马上就会变得很富有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肯定，好像已经从什么人那儿得到了某种许诺。
我很了解兴东，能够成为红日公司力捧的新人，这个机会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可能是他看得太重，所以才会患得患失，所以文凯的付出才让他觉得危机重重。这次公司决定让文凯演冷冰然的角色，对他打击很大。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产生以卵击石的冲动，他之所以录下这段话，他就是想用它来要挟你，以此得到他想要的角色还有待遇。司董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，兴东在出事前曾经拿着这个段录音来找过你。是的，刘兴东的确拿过一段录音来找过我，不过你等一下。你听听这段录音。如果今天你想谈要演冷冰然的事儿，我觉得我没必要谈。哎，你先坐下休息，咱慢慢聊。你想做什么？我约你来就是想跟你说说关于张天杰的死，因为没有人比你更清楚张天杰是怎么死的。雪雪，你不是一向敢做敢当无所畏惧的吗？怎么害怕了？害怕的发抖啊？是你拔掉了他的氧气管，你是杀人凶手。够了，就算是我拔掉他氧气管又怎么样？我当时就是恨他，毁了我的爱情，毁了我的家庭，我不该恨他吗？好，刘兴东，你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，你可以去告我。爸，刘兴东做过手脚了，我们原来的对话不是这样的。雪雪，爸爸都知道了。刚才呢，天意给我听了原始的录音，刘兴东是把开始和结尾的对话呢都拼在了一起。他以为这么做，更让人相信是你拔了天杰的氧气管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爸爸相信你，啊。可是司董，这更能说明你有杀害兴东的动机。张天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认为我做事情会这么草率吗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听了这段录音以后，我做了两件事。首先呢，我派一个人啊一直跟着刘兴东，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呢，把他随身带的这段录音呢做了调包。然后呢，我拿着这段录音去找了一个朋友，让他对这段录音呢进行音频分析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，这是一段经过剪辑的对话，从法律上讲是没有任何价值的，也做不了任何证据。你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必要去杀害刘兴东吗？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拿着这段录音到公安局的技术科做个鉴定。张天宇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爸呢？我为什么不可以怀疑？虽然兴东做过手脚，但这并不能证明你就是清白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拔过我姐的氧气管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去的时候，她姐姐的氧气管已经脱落了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叫医生呢？你知道吗？是你的一念之差害死我姐的，你根本就是间接的杀人凶手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行了吧？如果我当时去叫医生，天杰就不可能死，之后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他，行了吧？别这样啊！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司董，公安局的人找您。公安局的先生，就是这几位啊。司先生，我是市公安局的杜警官。你好。你好，杜警官。你好，我们这次来是想
找你太太，请问她在吗？你们找我太太？对。你们找她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怀疑你太太涉嫌刘庆东谋杀案，想请她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是怀疑我妈杀了人吗？恐怕是这样子的，四小姐。杜警官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太太与刘庆东的死有关吗？我们在刘庆东的水杯上提取到你太太的指纹，而且在当天清晨也有人看见你太太跟林庆东在一起。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那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太太就睡在我旁边，她哪儿也没去。建国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妈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刘行东是我杀死的。丽萍，那天我在你的牛奶里放了一片安定，你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见过刘行东回来了。那天我表面上是求他不要再见雪雪，实际上我知道那天下午要拍悬崖边的戏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在他的杯子里放了一片降压药。妈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你睡糊涂了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警察，你千万不能相信我妈说的话，她睡糊涂了，她在胡言乱语。经过我们调查，在死者的胃液里发现大量的降压药，而死者生前是一个身体健康、血压正常。一般来说，降压药具有10岁健体反应4厘米度的副作用，而他恰恰是一个要求精神高度集中、反应迅速的武打演员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李平，你糊涂啊你！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商量？我能顶得住啊！我建国，天界的氧气管也是我拔掉的。我当时没有想到雪雪会去那里。建国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天界的事儿。我也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天杰醒来的时候你很着急，当时正是公司上市的关键时刻。我知道如果爆出你和天杰有私生子的丑闻，公司的上市就会受到威胁。你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就会面临危机。我很着急，我去找天杰，我想跟他摊牌，可是我突然起了邪念，我怕刘行动用这件事情威胁你，也怕他再去干扰雪雪。我怕事情拖得越久越不可收拾，所以又对刘行动起了杀念。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。李平啊，我对不起你啊。我结果这些年来我怨过你，但从来就没有恨过你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追求，也不能帮你。你在外面工作很累，需要放松，这点我能想得通。丽萍，原谅我吧。建国，我走了以后你真的要好好顾家。
这些年来，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学习。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总是跟你发脾气，拒绝你的爱，从来都没有跟你在一起说过一句知心话。妈，雪雪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雪雪，妈妈是为了你好，是想给你一切，可是妈妈没有做到。雪雪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妈妈最爱的就是你，最放心不下的人也是你。在天涯三一连拿下北京、上海等地区的收视冠军之际，罗文凯却宣布再次退出演艺圈。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罗斯工厂的粉丝们特意举办了一个祝福之光的送别晚会。核磁共振检查结果，肿瘤比治疗前明显增大，因为肿内有血，我建议尽快手术。这不可能吧？他当时做过伽马刀，情况非常好。伽马刀治疗后，瘤子依然存在，无非是失去活性，慢慢干瘪。但干瘪的瘤子呢，又形成了变化，也许会继续挤压脑干部位。而且伽马刀手术有副作用，会产生髓肿和瘤内出血，这样会使萎缩的瘤子膨胀起来，有可能进一步压迫脑干部位。不能放弃，以前多难的日子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，以后也可以的。我今天站在这儿，心里比任何一次都要平静，因为我可以勇敢接受生命中的任何挑战，因为我要陪你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。结婚吧。
令人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，今天晚上大奖即将揭晓。下面由我宣布，本年度获得最佳电视剧奖的作品是《龙在天涯》。下面有请《龙在天涯》的制片人司雪雪小姐上台讲话。谢谢大家，我想今天这个奖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，在这个奖杯身后有无数的人为他付出了很多代价。在这里我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母亲。可惜他已经看不到了，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罗文凯先生和张天玉小姐，今天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喜日子。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嘉宾和我一起为他们祝福，谢谢。也许我将去远行，安静地离开你，在我内心的深处真实的你，但我不会不想你，我不会感到孤寂，因为每一刻我们不呼吸。所以你也不要相信我们爱情的故事将穿越天空和大海。
生。